钟之后，下一首歌我们要有一个很 peace 的绕场的动作。是大家都有看我们的那个预告教学影片吗？是的。那个要教学一次吗？要，因为我们的乐手还在换乐器，所以我们当然一定要再教学一次。我们直接清场好不好？ Okay, 好，那个姚多夫拉的粉丝们在哪里？大家先集中一起，团结在一起，力量比较不会分散，这样十根就有两千根的效果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的教学组开始。大家都有看到我那个很迟的教学影片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办法这么迟这样。靠北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邦尼先直接开始唱，然后大家再跟着我写应援。好 ，OK， 好来。我先澄清，那个不是脏话，那个是神户的日文。靠北，靠北。你靠北 Brian 哦。靠北 B。好，那我开始唱喽。好，豆豆哥，快快跑呀，哈姆太郎，快叫我能出拳的哈姆太郎。最喜欢的东西，快带动，是向日葵的种子，快带动，快跑，快快跑呀，哈姆太郎。阿拉姆啦，阿拉姆啦，阿拉姆啦，豆豆哥，大家好棒，很棒。然后等一下，是真的，希望。等一下，歌开始之后，大家就开始转，好不好？就开始转，好不好？那那个世界杯从头到尾下注没有赢过的，就把你的体力发泄在这里了。可以转大圈一点吗？好，要到这里，我这样拿走。好，等一下，放谁放到下面？后面有人可以接一下谱架吗？放到下面去，下面接一下，谢谢。上面要留一个比较大的歌唱区。等一下，因为他们也是用无线麦呀，所以这次摇他们。中间那只可能要收走。江导，中间那一只 Stay 你要拿走吗？他先用手拿好了 ，Stay 先拿走。好 ，OK， 先跟着。好。所以为什么上面砍息那么多？好，是的，我们就是一个做工这么复杂的专业性音乐团体。请大家回应邦尼的呼唤哦。邦尼要快！别叫正式诞生啊！